来到植物人的村边唱歌，搁甲因鼓励，但是个小学生一透早就揢着因的爱心来到创世基金会，到了安养院，希望用因省落来钱以及收集的发票，会当买牛奶好食的植物人啉。你要把一杯的饮料钱省下来，让他们喝牛奶，然后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赶快的好起来，然后还希望他们不要放弃。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因为可以救植物人。这是在一个月前由台视国小校长戴进良所发起的活动，希望囡仔会当将买饮料钱省落来，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总共募得20000块，甲千外张的发票，并且个人捐创设基金会爱心墙，就是希望将爱延续落去。爱心墙哈，一面是40000块哈。那我们今年初步第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募集，我们已经达到20000块，还有1600张的这个发票。那我们回去之后会再另外择期再办理相关的活动啊，或是明年我们的校庆啊的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会再把这爱心做一个收集啊。我相信啊，在这个2-3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哈。这是一个开始，那绝对不是一个结束。目前唯一一家就是帮我们，就是学校单位帮我们贴上我们的爱心墙。但是国小嘛是头一间来认养创设爱心墙的国小，首先行动和基金会是真甘心，嘛希望为台视国小做一个起头，和大家拢会当来关注爱心。植物人身上呢，我们奶粉、尿片钱是常年需要的经费，那我们也呼吁呢，我们所有的云林县的各级学校可以一起来响应这样的活动。然后共同为这些植物人集气，然后帮他们加油。一个月无饮饮料，食四箱啊，从前省落来做爱心，台视国小的关注行动，毛大家是真配合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